今天的动作能够跳到多少？舒适，你的伸展度，哎 ，Come on, girl， 很舒适，你去床的世界就好了。OK， 为什么要拍我的背？就要生气。他不知道我的背啊，对不起，是多么的尊贵吗？对，我是好意帮他拍台。你为什么要顶嘴？不是，过来，之后下一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问我的时候要带着暧昧的眼神？我哪有暧昧眼神？我是 gay。我是正常男生，我可能会爱上你，但是喜欢 boy， 你莫名其妙，我喜欢 boy， 好，要拍了吗？不能理我。哦，是你吗？所以我们要过去那边拍吗？没有，继续，不要管他。为什么化妆师还不来呢？哎，你干嘛那么晚到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经纪人。我们大排上等都是十几万上下的。对不起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的活动是什么？中年普渡，好吗？我希望他的睫毛像狼腮那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么长，这样。